居住第四名。青年组第35场次，台北市公正鸟裁判是张哲嘉，请到第11球中比赛。台北市郭振雅、台中市张哲嘉，请到第11球中比赛。云林县许浩纯、彰化县林辅珍，请到第9球中比赛。云林县许浩纯、彰化县林辅珍，请到第9球中比赛。高雄市高松硕，请到第14球中比赛。